好多的粮食啊！总算能吃上一顿饱饭了。你别看这粮食多，几万张嘴啊，吃不了几天。您就是周营长吧？嗯，是我。我是联防司令部后勤运输处的，我姓吕，是负责运送这批粮食的。吕同志，你辛苦了。别客气，大家都是革命嘛。哎，周营长，那咱们就开始办理交接手续吧。哎，好。待会儿后面还有粮食运过来呢。啊，好。这是一部。 是1000斤，2部是3000斤，5部是3000斤，6部3000斤，一共是50000斤粮食。哦，你派人清点一下吧。这不用点了吧？哎，工作要细致，还是清点一下。<笑>好。教导员，你派几个人把粮食清点一下？正在清点呢。周院长，你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运粮食的大车在啥地方？大车，那些小推车就是。这些车，嗨，没办法，大车过不了河。这就是上级领导为什么要你们来接手的原因。你们地界熟，找运输工具比我们方便嘛。好吧，明白了。哎呦，清点完了，刚好5万斤。周院长。 那我们就过河回去了。好，再见，再见，再见。我西北野战军进攻榆林的部队共8个旅，45000余人，3倍于榆林守敌呀。野战军主力已先后由三边、东一至。 州县的双湖峪、周家千、水地湾等地集结，随时可以向榆林外围据点展开攻击。同志们，这次我们攻打榆林呢，意义非常重大。毛主席说了，陕北是战略牵制区，要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制在这里。那么我们呢？
就是要把胡宗南的部队拖住在山北，不让他走。我们拖住他，毛主席党中央也在拖住他，他胡宗南呐就走不了。目前的敌我态势是，如果敌人北援的部队按以往的速度推进，我们就有充裕的时间攻克玉林，并能得到兵员和物资的补充，然后我们集中全力与胡宗南作战。如果敌人迅速增援，我们没有攻下玉林，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达到调动敌人主力北上的目的。同志们啊，野司进攻榆林的作战决心已下，我想强调一点的是粮食问题。大家都知道，目前我军的粮食供给极其困难，山西的同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把粮食运往河西，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进攻榆林的作战部队只能自带口粮4到6天，同志们有些担心，这都可以理解，但是请同志们放心，野司已经命令后勤部门要想尽一切办法保障我进攻榆林的部队粮食供给。你看是这，大家伙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能不能开几包粮食让大家吃顿饱饭？就是啊，营长你看啊，咱这运粮食那可都是体力活啊，你说咱不吃饱了咱咋运呀？是不？哎，营长，羊毛出在羊身上，口粮出在粮食上嘛。就是嘛，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营长，大家伙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啊。营长好，别装了，一个连只准开一包。营长说了，一个连只准开一包，一包一包。营长说了，一个连只准开一包。一连的，这是干什么？住手！肖委员，是营长同意的。肖大人，大勇，上级命令咱们运粮，可没命令咱们吃粮。我问你，这些粮食一共多少斤？5万斤，咋了？同志们，咱们西北野战兵团一共有25000多人，全部投入了榆林攻坚战。据说3纵要西渡黄河来参战，这样人数就更多了。而我们只有5万斤粮食，即便是3纵的同志自带了粮食，这5万斤粮食匀到每一个人头上只有2斤，只有2斤啊。可咱们要攻下榆林，最起码得做1个礼拜的粮食准备。你们说咱们该不该动这些粮食？对，一粒也不能动。咱们要自己筹粮，要如期如数把粮食送到前线去。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有。大勇，我马上带几个人去筹粮。好，我带几个人去解决运输工具，光靠这些小车肯定不行。好，咱马上行动。总裁。什么事？邓宝山来电说，彭大怀率西野主力突然急攻榆林。怎么没有胡宗南的电报？可能和我们一样刚刚收到电报吧。彭德怀这个时候打榆林，你估计是什么用意呢？总裁，我想与打陇东打3边一样，都是要打下一个稳固的后方，只不过榆林与陇东3边不同，它更是通往苏俄的国际通道。我想这可能是中共在山穷水尽时最后一招。所以彭德怀一定会不遗余力猛攻榆林。是。给胡宗南发报，不，直接给王书明发报，命令空军给予榆林最大支持，
地面部队见机行事，绝不能让陈赓抓了空子西渡黄河而威胁西安。是，报告。进来。没错，胡宗南来电了，说美国电台测向仪测得共军的密集电台信号近日来持续东移，他来电请示电台东移的目的和我军应对的办法。哎，先生，在你去安排一下，随我去一趟延安。是。诸位请坐。我这次和剑僧一起来延安看望诸位，这个一次看望诸位，长期以来在前线为党国分忧，辛苦了，而也是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下定一个决心，此决心一下，你们成则党国无虑，你们败则党国堪忧。这个谁在这里说说我要跟你们下的是一个什么决心呢？报告校长，36师师长钟嵩想谈一谈愚见。校长在共军围攻榆林之时来延安，足以说明校长此行与榆林有关。学生以为榆林乃陕北之北大门，若榆林确保，则我军可以对共军始终形成南北挤压之势，若榆林有失，则陕北共军和晋西北共军就可以彻底连成一片，从东西北三面仅可以游刃有余。所以校长所说的下决心，学生以为就是要下决心增援榆林。有道理。董局长，你说说看。钟师长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如何增援却是个问题。共军常用的战法是围点打援，我们清兵前往则正中敌计，重兵驰援行动又太慢，我担心大军未到榆林，榆林的战斗就已经结束了。更何况共军陈赓部在晋西南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西渡黄河威胁西安。因此校长说的下决心，学生实在猜不透。董军长分析得十分透彻，差的就是一个决心了，这正是我来的目的之一。刘局长，你说说看。学生历来主张以守为攻，我们有强大的后方而共军没有，当他的补给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就会主动找我们来决战，那样我们就有了十成的胜算。这次共军打榆林就是主动找我们决战的一个预演。说下去。在学生看来，为了一座榆林城，校长不会来延安，就是西安城受到了威胁，校长也不会来延安。校长看重的是榆林城下彭德怀的几万大军，看重的是与这支军队相去不远的共党首脑机关。说得好。这两者相形之下，后者的分量更大，所以校长所说的决心是宁可置榆林与西安于不顾，也要全力剿灭中共的首脑机关。啊，好好好好好，基本上还是我的意思。剑僧，你说说。
总裁的意思是兵分两路啊，一路驰援榆林，其目的在于拖住敌人的主力，注意啊，一定要拖住敌人的主力。那么另一路呢，看似驰援榆林，实际是在共党电台活动频繁地区的绥德和米脂一带寻找和歼灭共军的首脑机关。如果说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支部队就可以顺势与驰援榆林的部队形成南北对进之势，消灭敌人的主力。一石二鸟啊！报告校长，中松愿驰援榆林。很好，刘军长。到。追究共军首脑机关的任务仍然由你去完成。是。宗南。在。你随我去看望一下在陕北为党国效命的下级官兵。是。秀山，你们前面吃了几个败仗，这不要紧，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啊，不能动摇必胜的信心。你们应该看到，占领延安本身就是最大的胜仗。中南明白。你应该相信我会有充分的能力率领你们打败共产党的。学生从未怀疑过。自民国15年我率领你们第一次北伐，到民国17年东北易帜，我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统一了全中国。你想想看，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有几个人呢？唐高祖李渊虽2年建国，但打败了王世充、刘黑他等割据政权，完全统一全国却花费了5年时间。2年即可统一中国者，自古迄今为校长一人也。陕北剿共只在一战，一次决战即可平定陕北局势，关键在于决心，在于信心。我这次来陕北不是只为什么打仗，而是帮你们找回信心，使你们狠下决心。请校长放心，学生一定不会辜负校长的期望。校长，想不想看一看毛泽东住过的地方？好吧，我可以去看看。好啊。校长，这里曾经是共军军事领导机关所在地，毛泽东在逃出延安之前就住在这所房子里。校长请。这样的房间里，坐在这样的桌子前，用油灯照亮，
连肚子都吃不饱的人，还想与我平起平坐，两分天下，真是太不自量了吧！啊！来呀，似乎对你的见解很欣赏。欣赏有什么用？仗怎么打还不是国防部说了算？国防部又听谁的呢？那当然听总裁的了。这就好比一盘棋，我们只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而已，对决的高手不是我们，而是下棋的人呢。军总，你对宗松三十六师驰援榆林怎么看？宗松其人有点军事才能，但自命不凡，好大喜功，自有他摔跟头那一天。师座，再这样下去，部队到不了榆林就全拖垮了，纯属愚见。共军最善于围点打援，我走大路，共军的打援部队定会拼命阻拦；我会走沙漠，是共军万万也想不到的。部队虽然辛苦点儿，但可以避免同共军作战。我相信，等我的部队到了榆林城外，共军就会撤离榆林。到那个时候，我军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嗯，有道理，还是师座高明啊。哎，我们的空中补给怎么还没有到啊？哦，我马上用电台和沿岸联系。好，加，加。没门，哪有？渴死了！师傅，卫兵到，把我的水给他们喝。是。谢谢师长，师长的大恩大德，我张连忠誓死必报。好了，带上你的队伍继续前进。好，起来，继续前进。起来，弟兄们，起来。弟兄们，你可真是太真如此啊！李旅长，对我军走沙漠，你有什么高见？师座，见解不敢，我只知道彭德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我们会走沙漠。师座，这一仗成名的机会到了。师座请走，上马，快走。这是谁的主意啊？真是太及时了。这是委座驰援榆林计划的一部分。这些飞机胡长官是调不动的。那是、啊、那是。怎么样，现在你还担心我的部队会被拖垮吗？哪里，属下愚昧，委座真是太英明了。委座到延安来就是为了保榆林嘛。命令部队今晚
就在这里宿营。是。我不露面，胡宗南不露面。我刚一露面，这胡宗南就出来了啊！这回啊，不光是他胡宗南露面了，连他蒋某人也露面了。陈赓南渡，不会有太大的威胁了。是啊，刘邓南下，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啊，是个壮举啊！我心里很痛快。陈谢的太液兵团的一过河，蒋介石的后院就更加顾不过来了。老胡啊，啊，你看我们是不是该给陈谢发一份电报啊？郭秘书，你记一下，请讲。为有力协助刘邓行动，我陈谢集团应提前于8月10日至15日间渡河，首先控制铜洛段山区，看形势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我看也可以提醒一下贺老总，命王师台的警一警二两个团在泾渭之间活动一下，以西人胡宗南的暂二旅和新一旅使之不能动调。好，就这么办。8月6日，各部队开始攻击外围据点。第二纵队与第一纵队密切配合，全歼敌新编第11旅2团和28旅82团二营及团属骑兵营全部。第一纵队乘胜攻占城南之918高地及飞机场，第二纵队攻占城北镇北台、红石峡、北岳庙、观景滩等阵地。第三纵队独立第5旅击溃刘谦河电黄卯之敌后，占领城东无量电高地。方总，军委急电。军委指示我们速派部队占领中山，阻击刘戡所部，增援余旅。方总，围点打援可是我们对付敌人的老办法，攻下余旅，我们打敌人的增援部队也划算呢。可此次彭总的作战意图是坚决拿下余旅。是啊，如果打下余旅，我们部队的给养和弹药不就全都解决了？参谋长，走，命令教导旅并指挥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由余河铺、响水铺进至波罗铺和横山地区，主力继续下进攻城。是。报告旅长，敌人口头上面的表示比我们紧迫了。好啊，我们可以照猫画虎，多弄些标识，让敌人的飞机把物资误投给我们嘛。好，我马上组织战士们去吧。哎，再等等，再等等，你们放心，据可靠消息，这回啊肯定会给咱们送更好的东西。哎呀，那个、太好了，肯定，放心吧，再等一会儿，耐心点。什么？我不一场路失望，真的。对，哎呀，这次就好了，你放心，他们一定会上当。看不来，那我不白忙活了吗？哎，你们看，飞机来了！哎，飞机来了！飞机来了！太好了，这下战士们能够吃顿饱饭了。司令员找你。报告司令员，我是陈星云。陈旅长，我都看见了，战士们很聪明，干得不错。不过这样的好事不会总有啊，独立营那边有消息吗？粮食什么时候可以运到？请司令员放心，我马上安排人去接应他们。好，今天已经8号，务必于10日总攻前全部运到前线。是。司令
教导员非常好啊，三十多个路，沿途的村子实在是太穷了，先遭了旱灾、水灾，又遭了北灾，村里能跑的路呢，都跑出去了，走不动的，靠树皮野菜为生，不少人家把种子粮都吃了，得赶快想点法子，光靠吃野菜暂时那是顶不住的，再说了，每天挖野菜要占据大量的时间。是啊，咱们还有一天半的路程，如果让战士们吃不饱肚子，恐怕三天也到不了。三天就都饿死了，就永远都到不了了。要不这样，咱们下个决心，每个连打一包粮食。不行，5万斤粮食，一斤都不能少，要送到前线。这可是你说的，那得看实际情况。4包粮食800斤，咱们损失800斤，换来的是按时把粮食送到前线。说不行就不行。那还有一个办法。啥办法？这个办法不太好说。只要不动这5万斤粮食，啥办法都行。那可是你说的。啊，是我说的。沙马，你说啥？你有胆再说一遍。这可是你说的，除了这5万斤粮食，什么办法都可以了。我咋能知道你能想出这歪主意来？沙马也得请示上级，我只是给你个建议。再敢说沙马，我先杀了你。中锋的36师不见了，怎么回事？我负责大员的部队报告，他们派出的侦察人员回来说，整个沿路没有发现敌人的踪影。根据有关情报，他们出发的时候是沿着长城线向榆林增援，怎么会一下子不见踪影了呢？难道还有别的路可走？榆林的西南方向只有这么一条，他们会不会绕道沙漠呢？这不大可能。为什么？天气炎热，沙漠里能把人烤死，这样中松不会冒这个险，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中松可是狂妄之人呐。今天19号，榆林城外围的据点基本扫清，明天就是总攻时间。要是中松真的进了榆林城，我们的攻城计划可就遇了麻烦，单单粮食一项就会有大问题，更别说还有弹药和药品。我们打不起消耗仗，也绝不打消耗仗。通知增援部队马上派人向沙漠侦察，同时命令运粮部队务必在明天总攻之前把粮食运到前线，总攻之前绝不动摇。是。军长，秋水啊，今天早上吃啥啊？还说不上。现在还说不上。教导员带着几个战士去挖野菜了，这会儿也该回来了。营长，又有几个战士病了，三连朱旭顺可能不行了。走，去看看。都躺下，躺下，躺下，别动。朱喜顺，营长，我能行。夜里他一直都在拉肚子，拉的都是绿水。朱喜顺，你得坚持住啊。长，我不一点都不。雪，
能活着。我周大勇对不起你。拿着枪，好像是苏游弟的方向，拿着。啊。是枪走火了，枪没有走火，五万斤粮食一斤都不会少。杀马的责任，我一个人负。杀马？谁杀马？我们这没人杀马，是枪走火了。军座，这次追剿毛泽东可未比上次了。为什么？上次共军主力远在陇东，这次毛泽东虽然在米脂和绥德一带，但他背靠主力，面对黄河，真可是进退自如啊。毛泽东要想靠近主力，他早就靠近了，要想过黄河，他早过河了。毛泽东行动诡异，非常人思想可比，我和他过了几招，对他的性格还是略知一二。这次追剿毛泽东，我们要充分利用毛泽东这些性格特点，做到出奇制胜。但也如此，可是我们放弃了夹击彭德怀，是不是太可惜了？那可是一战而可确定陕北局势的大好机会啊。如能剿灭毛泽东，则全国战局可定。这次我们北上追剿毛泽东，不是离榆林越来越近吗？到时候见机行事。这个刘戡可真是个跟屁虫啊，他北上夹击老彭也好，南下去看大门也罢，总比跟着我们在这山沟里瞎转悠强啊。这个捉迷藏的游戏啊，他还真是玩上瘾了。他哪是对游戏上瘾，他是对某个人的脑壳上瘾哦。刘戡是二进宫了吧？哈，刘戡上回是听说我们在哪儿，就急忙赶到哪儿，结果哪儿也看不到我们的影子。我担心啊，他这次再看不到我们的影子，就会北上去夹击西北野战军，这儿必定离榆林啊太近了。老李，你有什么高招？这次一定要让他看见我们的影子，而且要看得真真切切。谈请示，部队过河后是不是把这座桥炸掉？这座桥非但不能炸，你们还要找人在桥头立上一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向东。那不是把我们的去向都告诉敌人了吗？叫你写你就写，不要啰嗦。老胡同志，你看，写吧。这么做可能会给我们九支队带来些风险，但对整个陕北的局势恰恰是减少风险。是。喝得多，我马全要，找死了你！李大旺啊，
要抢花赛，不用营长说，你都会唱。行，我就抽抢花，我唱一圈。想你嘞，想你嘞，月季热热想你嘞，看见人家当城里抢花妹子想你嘞，想你嘞。周营长，吕布举荐。旅长命令我们把粮食送到榆林机场，移交野色后勤部，然后到红石峡休整待命。你回去报告旅长，就说我们一定把粮食提前送到。是。同志们，站稳点！毛泽东不至于如此疯狂吧？他会真的向东？我敢说他100%是向东去了。为什么这么肯定？此举把毛泽东的诡异和不寻常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怕我们北上夹击彭德怀才这样做的。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命令部队向东加速前进。是。报告，第一批粮食50000斤已到城南飞机场，后勤交接完毕，正在下发部队。太好了，这样最少能解决我军2天的口粮，战士们不至于饿着肚子攻城吧？是啊，同学，榆林城的城墙非常坚固，我们要做最少1周攻城的准备。彭总，各纵队已做好了攻击榆林城的准备。总攻开始。是。总攻开始。